《三十而已》林有有扮演者张月，剧中虽是绿茶，现实却是善良的美女。《三十而已》的热播，让正面角色走红，当然也让反面角色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走红。而林有有的扮演者张月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红。剧中的她虽是绿茶，现实中却是善良的美女。剧中，林有有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绿茶女神，一个看似青春活力的女孩。 却有着与经济外表完全不同的心思。因为工作关系，认识了顾家的丈夫许幻山，进而暗生情愫，破坏了顾家的美好家庭。正是由于张月的出色表演，引得无数网友十分痛恨林有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张月演得非常棒，将林有有的绿茶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年每次陈强扮演黄世仁，台下的观众就恨得牙痒痒。 再说今天的主角林有有张月，虽然被骂，但是确实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现实中的张月是一位美好善良的姑娘。